你一般开嗓怎么开？就这样。你好像个八爪鱼，你的舌头。猫头鹰。二啥？怎么呢？就是把舌头顶在上面，然后发出啊的音，然后越往下的时候变成 o， 然后再回去变成啊。 我好像学会了。西林娜依老师学的像吗？我。你那个 a 必须得是非常 a 的。啊！你给我扇嗓子。你好像颜控。你这就是我哎。您请闭门。人脸颜控。你是被我们传染的吗？ 你是被我们传染？